市场一个最热烈的掌声。当然在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动晚会当中，也有多位的长官贵宾莅临，我们也请唱名到长官贵宾跟大家来打招呼。首先是我们桃园市的大家长郑善政市长，市长好。市长对我们龙岗米干节非常非常的推崇，尤其不止在桃园，我们要在桃园立足，而且全台湾都了解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让国际的朋友都能来到我们桃园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接着还有我们